几只小鸟，一头小狗，为家庭带来的和谐气氛是无可衡量的。也可以说，在生活品质日渐提升的今天，饲养小宠物是必然的现象。假如家中有老人及孩子，小宠物会增添家中的欢笑，解除了寂寞与单调，更可以培养孩子的爱心以及知识的吸收。不过在选择小宠物的时候，一定要先衡量一下自己居住的环境，比如庭园的大小以及照顾宠物所付出体力的负荷来做决定。因为大的宠物需要大的空间以及很多时间，一般家庭并不适合。一般公寓式的家庭及屋顶花园，最好饲养鸟及狗就已经很好，既可朝夕为伴，又可美化环境，一举两得。都市中养鸟最好选择能在笼中饲养的，我们可以在公园或者有树木的地方看到清晨的遛鸟人，鸟儿婉转的歌唱倒也为都市增添另一种情调。会唱歌的鸟以百灵画眉为冠，这些遛鸟人所带的鸟就属于这两类。另外就是有着艳丽色彩的鸟，大多属于鹦鹉类，见过也有其他类的鸟，毛色漂亮，很惹人怜爱，没有攻击性，是很好的家庭宠物。中型的鸟最适合家庭饲养，而这类大型鸟就需要较大的空间，最好是视野较广的庭园，它的生长才会更好。我们可以把狭小的阳台布置成一个鸟语花香的小天地，先买一些容易栽培的草本花卉，如果有现成的盆景也可以派上用场。吊盆植物与鸟笼间隔悬挂，阳台上养鸟以中小型者最理想，叫声太大的鸟会影响邻居的安眠。金丝鸟体型小，啼声婉转动听，最适合阳台饲养。羽毛漂亮的观赏鸟也可以在阳台饲养，它们的啼声虽然不美，但观赏价值相当高。阳台上的鸟语花香小世界也足可使身心舒畅。这些中小型的鸟类不需要太多时间及体力，就能够照顾得很好，整日为您歌唱。假如您拥有屋顶花园，花架下挂几个鸟笼，闲暇时静听鸟语，品茶论花，当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屋顶上有足够的空间，最好能做一个大型的鸟笼。我们可以选用4公分见方的木条，锯成80公分长度来作为支柱。支柱的木材选用柳桉木就可以，先统一画线，然后再锯开。鸟笼的形式，长方形、正方形都可以，完全看您自己的喜爱。接着再锯开三甲板，三甲板的高度、宽度、长度都要和您计划中的支柱相同。今天我们所做的规格是高90公分，长100公分，宽70公分。
要全部画好线后再一一分别锯开。先定好四周的支架，把每一根连接的部分都定得很牢。再定2公分网目的纱网，可以用铁纱网，也可以选用塑胶质尼龙纱网。把纱网定在木柱上的时候，一定要在上面压一条2公分宽的木条。这种夹定的方法，目的是使铁纱网在定好后不会动摇。再定两面的三夹板，也要定得很牢才好。另一端，我们要留一个门及送食物的小窗。把有门的三夹板也定好，每间隔15公分钉一个钉子。门上的活页最好选用弹簧自动活页，这样门会自动关上。最下面的部分最好也用铁纱网，这样做是为了鸟儿的粪便清除容易，省了很多麻烦。最后再加上屋顶，一个漂亮的鸟屋就完工了。这个鸟屋可以放在一个坚固的木架上，阴天或有台风来袭的时候，可以搬到室内以及安全的地方，相当方便，值得您在做鸟屋时参考。鸟屋的颜色固然由您自己决定，但以不用绿色为最好，因为绿色往往会和庭园中的树木颜色重复，其他的颜色就比较突出，而更多彩多姿，增添庭园中的美感。开始使用前，在最下层放上塑胶盘，鸟儿的粪便会透过铁纱网落在这个盘上，可以随时拿出来洗涤清洁。鸟笼里再放上1-2只横木及树枝，以便鸟儿栖息。鸟食盒可以挂在旁边。一切都准备妥当，可以把鸟儿放进去。木架可以漆成和鸟笼相同的颜色，而加以充分利用。几盆花或盆景都是很好的点缀。庭园中有了如此漂亮的鸟屋，增色不少。但这种鸟屋只适合中小型的鸟。如果同时饲养2种以上的鸟，一定要选不富攻击性的种类。放置鸟屋的方向以坐北朝南为最理想，但风太大的时候，一定要把鸟屋搬到避风的地方。雨下得太大的时候，也要搬到室内，完全要看当时的情况而定。组合式小鸟屋在组合时很方便，这是底部的木板，先放上底盘。
在底盘上面装上四笔。这些木板上事先都已经做好了沟槽，装上之后不会再动摇。最后再加上屋顶，如果是买现成的组合鸟屋，只要按图装设就好。这里也留有一个小门，下面的柱子上也有固定的沟槽，鸟屋放上去之后不至于被风吹落。通常使用这类小鸟屋，大多在天气晴朗的时候才搬到屋外，下雨或有大风的天气则搬到室内。油漆的颜色以越明显越好，才能把庭园衬托得更美丽活泼。庭园布置本无一定方向可循，慧心巧思的设计与安排才是最重要的。这个小鸟屋的特点是小巧可爱，因此屋中的小鸟不宜太多，体型也以最小型的为宜。如果养一只从小就用人工饲养的鸟儿，它长大后就会相当的善解人意，甚至形影不离。但是养鸟也要懂得一些技巧，才能养出又活泼又漂亮的鸟。每天我们一定要把里面这些粪便清扫清扫这个一次，对它这个鸟的本身也非常好。那而且就至于它这些，你看这么小的杯子也装不到多少水跟饲料，那这么小的鸟它不能饿了半天，你半天没有水没有饲料马上就死掉。那一定要观察它这些饲料跟水，水跟饲料每天都要给它加一次。那尤其这么小型的鸟类，它也我们家里如果有养这些猫还是狗，它会怕它们，或者是老鼠也怕它们来偷袭，应该人不在的时候要挂高一些，这样是比较妥当。那室内如果没有阳光，那有偶尔像这种天气太阳光很好，给它拿到外面去给这个晒晒 一些阳光，那时间也不能太久，顶多差不多一个小时之内。如果像夏天那么炎热，你给它时间晒得太久，也同样会中风死亡。这样，你要不要洗澡？洗澡应该是最好，还是像过一个礼拜天气非常晴朗，太阳的时候，你就这些饲料给它拿出来。自来水往它的身上给它喷一喷，那这样顺便晒晒太阳，这样对它的这个健康最有帮助。那冬天天气冷的时候不行吗？天气冷就不必了。看像这么小的鸟就不必了，也不要给它挂在外面，像外面吹这些冷风有时候也会感冒。现在房子要另外做一个房子。另外一个笼子做，有差不多四面都是蜂蜜的，这一个小巢就好，好点生产。那像这样子没有办法生产，只能观赏或者观赏。一般的小鸟，能模仿人类讲话，就像我们现在的九冠鸟，还有鹦鹉，像这些鸟就没有办法。那一定要从小开始训练，那你等它。在野外完全长大之后，那这样就叫出来。那现在你看一下这只鸟多好，它现在已经三岁了。
发财。在屋顶花园中，花架之下挂上几个鸟笼，是相当有情趣的事。但是我们一定要留意周遭气候的变化。夏天气温高，花架上枝叶繁茂，能遮住部分阳光的直接照射是最理想的。冬天寒流来袭时，就要挂在室内，或者用透明塑胶布围住鸟笼，挡住寒风，以免鸟儿受冻而死。鸟类只有在人类的保护下，才能健康活泼地生长，尤其是笼中鸟。饲养百灵或画眉等鸟类，用深色的布罩住鸟笼，倒不是为了御寒，而是主人在打开黑布罩的时候，它才会唱出好听的歌，而又不至于整日唱个不休。再小的环境也能容下一两只鸟，盼望您能与鸟为伴。自古以来，狗就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，它对主人的忠心往往有许多感人的故事流传。况且狗不会嫌主人家贫而远离，再坏的环境也能安之若素。孩子们爱狗，常常视之为家中一员，更何况它看家防贼功劳不小，陪伴孩子与老人家的工作又全力而为，实在是家庭中最好的伴侣。阳台上养狗以最小型的狗为理想，因为活动空间太小。屋顶花园中养狗就宽阔多了。冬天天气寒冷时，选用这种组合式的狗屋很理想，因为它不会太通风，也就有保暖的作用。组合式狗屋先定四壁，没有梁木锯木的烦恼。四壁完成后再加装屋顶，就成了一个漂亮的狗屋了，以坐北向南的方向为宜。狗屋的放置地位最好能距离房屋较近的水泥地面上，以便清洗，也同时要注意风向及雨水，不要让狗儿受寒而生病。由于人爱狗，把它们视为宠物或家庭中的一员，所以狗的一切待遇也就在相形之下提高。养狗要注意些什么呢？怎么样才能养一只又活泼又健康的狗？一般我们带回一只小狗的话，需要注意的，通常的话就是要注意它有没有打预防针，还有驱虫。驱虫的话，在小狗来讲的话很重要，因为一般的话，大概三只小狗的话会有一只有虫，而且它经常会在地上舔东西，所以我们一般应该跟它定时驱虫，大概一个半月到两个月跟它驱一次。那预防针的话，最主要的话就是预防传染性的疾病，譬如说那个肠炎，还有狗的麻疹，这个非常的重要。因为肠炎跟麻疹的话，在小狗来讲的话是致命性很高的两种疾病。猫跟狗的话也是肉食性的动物，所以我们一般的生活中的食物的话，对猫跟狗来讲的话应该也都是合适的。但是最主要的话就是第一个，盐分的话不要掺太多，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尽量的话就是定时定量，那它所需要的分量的话，依猫跟狗的大小的区别的话，不过一般的通则来讲是它头脑容量的大小，那小狗的话一般是两餐到三餐这个样子。要养一只漂亮的狗，洗澡剪毛非常重要，千万不要用洗衣粉来为它们洗澡，因为洗衣粉中碱性较强，会刺激皮肤而使得狗毛脱落。使用较温和的洗狗专用肥皂或洗发精代替都非常理想。洗澡之后要立即擦干水分，
用吹风机尽快吹干，才不至于感冒。您看，这只狗洗清洁之后，不是非常漂亮又可爱吗？饲养小宠物必须要与整个大环境做适当的搭配。鸟笼、狗屋都是庭园中的一个小景，能增加庭园气氛，但也能破坏整体美观。当您在设计庭园时，就要注意而给予整体规划，选用适当的材料、色彩，使您的庭园更美观、更调和，也使您饲养的宠物更健康、更可爱。